站这儿吃点喝点逛逛。哟，蝌蚪跟花泽香菜合个影啊！这是素的还原。B 站楼下的星巴克跟他们准备谈点事儿。我们一人喝了一星巴克，但是蝌蚪不愧是白山代言人啊，水都得喝白山水。白山店主的新产品，真牛逼。然后蝌蚪的造型配饰啊，出门带一配饰，这有两斤重，莱卡相机啊，背着当配饰。拍一个那个，我的口罩。来看看今天这几道家常菜啊，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刀鱼啊，长江刀鱼是吧？每年是这季节，现在算去季节吗？对，算是季节啊，正正的季节。过了清明以后就硬了啊，过了就是清明之前是吧？清明后就变硬了。嗯，不错。哎，今天晚上啊，弄了一特殊的酒器，开这插销，这么喝这么倒，这是老几样，待会儿才是主菜呢啊。今晚的国航的机长啊，对面是东航的这样乘务长，对，乘务长，还有嫂子，其实我们是一家子啊。没洗脸，来来来，突然想碰一个，没人碰一个，放心吧。哎，昨天干杯，金枪鱼下巴，各种鱼，竹夹鱼，金枪鱼，这是啥？芝士火腿。哦，中间裹着。对，芝士外面是西班牙火腿。哎呀，刚跟尚老师开完会，心有点烦，约了吃一个餐厅，吉友餐厅啊，是一粥火锅，听说，走着。尚哥太残忍了，你看。我操！我操！草虾是吧？这种虾有那种带钳子的，草子大了。尚哥，你草虾了？这是一块，这是四个。大小可以放，那煮一下都行，就煮一下没关系的。好，粥火锅啊，这是粥底的。嗯，又上了几个菜啊？好点，都好了吗？没好，没好。嗯，要多煮。那牛肉加好了，加好了。牛肉应该好了吧？牛肉应该好了。这是我今天的酒水这块儿，热的石库门。飞哥给的吗？飞哥也到了，带明天。这个也是比较女生一点。工作中啊，工作中，上师在拍摄中。我刚才刚试了一光，感觉挺好的。嗯，一会儿白哥来啊，一起拍这季的 look。我这是一错版啊，上阵的。相机听说有一亿像素啊，这牌叫什么菲斯啊？菲斯的，好家伙，这多少钱？民用最高级的了是吧？对，商用最高级啊，商用的，商用太狂了，一亿像素这个梗，有些那种浓烈的就不太，烈可以，但这种就有点太暗了，过于暗了，这个什么刺激的色差。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就是产品颜色，你看我一般都是这把。兄弟们，今天啊，嫂子给安排来体检了，来这叫佳慧医院啊，国际医院，环境是没得说，一会儿进去看看身上有啥毛病。他这一进来啊，给我带到了一房间里，让我换衣服，完全独立的房间，跟酒店房间一样。这样的，让我换好衣服以后啊，应该是有人
来这房间里一个一个的帮我做检查。现在是11点啊，这个项目都做完了，其中有一个难受的就是往鼻子里滴药水，然后拿一个那么长的东西整个给捅进去，看这鼻腔里边那个有点酸爽。别的项目都还行，什么骨密度啊、 CT 啊、心电图啊全都做了 OK 了， no no 的，期待结果。这个做完了之后人家还给整一顿饭，小面包、牛奶、鸡蛋，随便吃一口吧。这是他们医院的走廊啊，这个小孩画的几幅画还挺有意思，画的还挺好。这是川久保玲还是草间弥生的画的？应该是草间弥生。这乔布斯变成胖子了，山本耀司还有这边啊，乐队 T 的这些元素都在了，还是 Metallica 帅啊。抽了食管血，现在觉得有点眼前发白。吃碗面补一补。听说这叫什么 TT 面是舒淇开的啊，我这叫苍蝇头拌面，里边像是一堆苍蝇的脑袋在面里一拌着吃，挺好啊。这就是肉，这个是胡麻棒棒鸡面，也不赖。再喝点茶补一补。哎，今晚在这啊，法拉盛包装成这个唐人街样子的餐厅。唐人街是九月回来的呀。哎，豆总，真是法拉盛，点个菜吧。是纽约回来。纽约来的餐厅。哎呀，走东唐街。这不就跟古老肉差不多吗？对，这是猪皮鸭血，猪皮加鸭血。哦，这是烧肉，已经快吃光了。这芥蓝是吧？还真嫩。嗯，不赖。是。哎呀，撅撅牛蛙啊！嗯，尝一下。撅一撅。我来撅。这个是蛋黄、鱼皮，都是高热量啊。嗯，地道吗？嗯，这中餐地道美国，地道美国味儿。哎，大菜陈皮蒸笋壳鱼。嗯，李哥介绍一下。那我加一点陈皮，这个是陈皮，不是那个黑的，是黑的黑条那才是。哦，黑的是陈皮，黑的是陈皮。哦，对对对，夹着一起吃。陈皮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橘子皮。是陈皮，九制陈皮，小时候吃的。看看啊，兄弟们，光盘行动，光盘行动啊，从我做起是吧？对，七个菜全吃光了。对，就剩下的马上那个豆子都把它解决掉。哎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是在御八仙，一个奇奇怪怪的餐厅，跟谁呢？啊，李哥。嗯，以及李哥的男友，还有著名的组合啊，阿哈喽喽。我们跟靳老师关系很好的，我要说一下，打破那个什么不合传闻，不合传闻，已经这个饭菜已经吃的七七八八了啊，就反正就是那样，吃的差不多了。对。嫂子和闺女随便吃一个小日料，烤三文鱼肚腩，这个是玉子烧豆腐，牛油果沙拉，这个是海胆和一个鸡蛋啊打在里边，温泉蛋。我的订番呢是一这个炙烧的海鲜冬，就是一堆海鲜呀，一般是吃生的，然后他这就是拿那个喷火的枪在上面呜呜呜烤一下就上来了。还有一个寿司几罐啊没上，就这样。
今天在尚老师的办公室啊，就是不舒服，就是觉得很消化代谢的。酒水这块儿啊，三得利限量版牛年限定，这东西呢是配嗨棒，配苏打水，自己自制嗨棒，一喝脸就红。对呀，还有一瓶百富，一瓶最近的欧魔。零食是这小鱼这个牌的零食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小鱼开个直播了没有？我这是拍视频日常记录呢。最难过的不是我不行，而是我本今天全油炸宴啊，五道油炸分别是什么？李哥介绍一下。这是什么？红米什么肠什么卷儿？沙卷儿。嗯，咸蛋黄牛蛙炸的，火鸡面加大薯条。嗯，这个是鳗鱼。鳗鱼，嗯。左东，嗯，左鸡，嗯，最后再来一个 lucky 什么饼干 ？Fortune cookie。对，身体就是好啊！干杯！酒吧喝一点啊！郁郁吧，看见了吗？台面啊，台面这一块。什么车都找他。为什么不找你？我觉得不公平。米总吃面呢。需要帮你添杯。一边喝的酒吧啊，看葛爷啊。长一点，我应该算了，我是不是会摔？没倒呢，我给你倒。哦，没开盖。我操！我操！音乐我给倒。我给他倒。我操！金老师，你们今天不是那个呗？我拉不起来的吗？好。哎，今天晚上啊，又出来了。这是一个最近的喜爱的啊，欧魔这品牌的一什么特别版，有点意思。还是老几位，永远的罗汉局，不会有人不是罗汉局吧？这个是香格里拉酒店特别来的一块地儿，我喜欢来这吃早茶。嗯，环境是这样，他们家这红米肠粉啊，是我吃过这么多里最爱吃的一家。就是如果是低价的啊，平价的，就是吃点都德的这个，我就做的最好。高价的。就是他们家，我就是做的。自从在广东吃完了那个捞面以后啊，我就特喜欢这道。这是南乳猪手捞面，这样的。南乳就是豆腐乳的。然后这个是这个他们家，我觉得最好吃的啊，脆皮鸡，这做的特别好。酥脆，比炸鸡还香呢。吃那片儿，这也是炸的。眼镜上交流啊，兄弟们，手做的，好贵啊！都说是手做的，都说是工人的手做。我觉得买这个，你要不就还是买 Vintage。今天来到了一个韩国餐厅啊。就是小时候学生时代吃的那种，看看这个。炸鱼皮，魔鬼这辣鸡爪，看这个了吗？方便面，这叫什么方便面来着？辛拉面。辛拉面，对，还有一锅这个。喝的也是咱韩国的啤酒啊，卡斯，还有这米酒，米酒是拿这东西喝的。哎，韩国啤酒那味儿差点意思，太清淡。叫了一外卖有点意思啊，实拍式的，这个通心粉装这样的罐子里。那不勒斯大猪肉丸，这是西班牙口味的啊。这是一燕麦酸奶，法棍面包，再来一个甜品提拉米苏。嘿嘿，其实啊，这是嫂子吃啥，看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是啥。
河间驴肉火烧，一个经典驴肉火烧加一番茄鸡蛋汤，28.1，这就看出差距来了吧。然后我这儿还一个蒸汽眼罩，新买的那天，挺有意思。这是水冰月吗？拆开以后啊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自己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，是不是还可以？